内野的反篮球，塞雷手这边稍微挡了一下，露出来，不过再补救起来，传球依然漂亮。这个平飞球，哎呀，金纳苑，哇，这个有身材的一个优势，有170公分哦，伸长的手把这个有可能形成安打的平飞球给没收了下来，结束了中华队在4局下半的进攻，遭到了3上3下。